现两人的感情急速升温。这天，翠翠与南辰将军漫步在丽江古城中，一旁渠道里的水草轻盈地随着透彻的水流摇曳着，映照着两人追逐嬉笑的倒影。翠翠乌黑的发丝与柳叶相映成趣，两人的脚步在五色石板的道路上勾出轻灵的线条。来追我啊！你别跑啊！是骄傲天成，难缠于猫。是啊，我们将军可壮士找到一个好姑娘。我说这翠翠姑娘可真是美若天仙啊。嘘，别说出来，将军听到我要是不买咱们可是会杀头的。你快来呀、啊、快来。你看，这可不是捉到你了吗？你还要跑到哪里去？跑到天涯海角，我一定都可以追到你。你怎么哭了？我没有。你快说啊。实不相瞒，父亲已经为我定下婚约，另觅良人。一想到翠翠日后再不会有机会见到将军了，我便心痛不已。若是如此，那明日我把你八抬大轿迎回去做我的家庭夫人，还有谁敢不从？但父亲定是不会同意的。我今日便去你家说亲，想必你父亲也想不到什么理由拒绝你。翠翠，我只问你一句，我许你一生一世一双人，你可愿意嫁给我？云贵高原展现的是彝族的传统舞蹈，彝族人重获重古的原始崇拜，塑造了其热情强悍的民族特性，因此舞蹈也充满了奔放、节奏明快的律动。随着云贵高原这首歌曲的旋律由慢转快，舞者从原本温柔婉约的舞蹈线条转变为利落有力的快板舞姿，节奏的转换也使这首舞蹈更加具有张力，让人目不转睛。姑娘的。
幸福的时光里。